很久很久以前，在一个远离江湖的门派中，有七个渴望闯荡江湖当大侠的少年。他们终于到了下山的年纪，但是在此之前，他们需要通过一场试炼。一强为武，一高为侠，江湖高远，侠义浩然。今日试炼，实为考验。问义问心，过关者方可下山。侠之道，善为本而勇当先，巧谋江湖之立刻极限，迅猛破敌，心定志坚，以静制动，以明克暗，更当记今日我胜过昨日我，明日我胜过今日我，方是无敌。我们算是过关了吗？
你们要过的最后一关，是我。 这样还敢下山？一群废物！我们不是废物，你明知道我们打不过你，废物开始认输了。 我们不认，江湖深远，何为侠气？是战而不退，败而不倒。山外有山，我可攀登；天外有天，我能征服。 侠气是少年志不短，心中有希望。听，你们过关了。最后一关，就是要看你们倒下去，还有没有爬起来的希望。你们还真想打伤我？ 年后下山。等过完年，你们就可以下山了。到了江湖上，别给我丢人。知道了，师傅。也别玩野了，有空就回来。别忘了。 还有个师傅，放心吧，师傅，我们一定会回来的。师傅烧菜这么好吃，怎么舍得不回来？师傅，我会带着天下第一的美好回来，至少前十。就你还差得远呢，可能被打怕了，逃回来的。<笑>明年过年我们一起回来，干杯！耶！这是什么呀？好好喝啊！这个啊，这是最近江湖上备受追捧的。 优酸乳，为什么喝优酸乳啊？因为新年要加优啊！<笑>新年快乐！此去江湖，山高水长，日后若是遇到危急状况，方可打开这些锦囊。 师傅，已经打开了。师傅，怎么是酸乳啊？臭小子，你给我还回来！师傅，我们先走了。师傅再见。等我们回来。日出东方，希望长存。从此，少年侠气闯江湖。 这就是少年侠气闯江湖的故事。他们最后成为大侠了吗？只要他们心中有希望，就一定会成为大侠的。哥哥，那我们可以成为大侠吗？当然了，新的一年也要一起加油哦！新年。
你们说，我们下山能遇见真正的大侠吗？我们也要成为大侠啊！对，还要争一争天下第一。我还想去看看各地的风光，我想吃遍各地的美食，惩恶扬善，行侠仗义。最重要的是，要心怀希望。